错失了最后的逃逸机会，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希望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希望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你要去哪儿？爸爸要执行任务，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。你要离开地表，永远回不去地下城。 会啊，你只要说3、2、1，来到。